在指挥界里边有一句名言，没有不好的诗班，只有不好的指挥。这句话就指出身为一位指挥，我们的职责，我们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我们所带领的诗班可能是20个人、30个人、40个人，甚至到100多人。那整个的组织、整个的训练、整个的引导是完全放在指挥的身上，所以他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感谢主，在1997年，我就开始到不同的地区去做一些合唱指挥训练。在这22年当中，我首先开始的是比较初级的、中级的，意思就是从零开始，指导他们怎么样学习指挥的技巧，怎么分析乐谱，怎么带领诗班。从零开始，已经做了22年，现在我觉得是时候了，我们就开始另外一段的学习，那叫做指挥大师班。这次为着时间的关系，我们正式的指挥学员只收10位，这样我们就更有时间个别的去指导这10位的正式学员。同时我们在整个的训练当中，我们会录音录影，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指挥的时候所犯上的一些问题，以后你要怎么去改进。另外一样非常重要的，身为一位指挥，不单在音乐各方面有很好的修养，他的灵性必须要与神有很亲密的关系，这样的话他才能够很好的带领这一群诗班团员怎么样参与敬拜，能够把诗歌当中那个真正真理的分析表达正确的表达出来。最后我必须指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诗班指挥不但是一个领导者，他本身的身份是学生，意思就是说在灵性方面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要学习在灵命方面的成长，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灵修、祷告，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照着神所托付的很好把诗班团员带起来歌颂敬拜上帝。有一位教育学家这么说，当一个人停止学习的时候，他就没有资格去教导别人。这正是我们身为诗班指挥提醒我们自己的一句话，我们要天天学习，我们要天天进步，我们要天天长进。我相信这样我们的侍奉就能够讨神的喜悦。上帝赐福给你们。